最近我们的这种抗原的快速筛检已经开放的给所有的民众哈，所以我们希望，假如说没有足迹的这种接触史的民众的话，可以尽量不用出来做筛检哈。那假如说你有怀疑有去有足迹有重复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出来做筛检哈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我们整个防疫来讲才是有实质的帮助。好，谢谢。